说这个是整个什么的。三个大眼睛跟大家一起干上两杯可乐啊！我的意思是做这里跟玉阳背了一筐这个水果，但现在他没有做成这个样子，我要把它改一下，买的背一筐水果。OK 哦，都是干的。今天老表要来我们家说，今天晚上加班啊，要抓鸡。盖一下聚义福画呢，就上元寺上面呢还要盖一下，要不然那些下雨的时候全部飞进去。它的那个颜色呢就很容易冲淡了，还要装2张，最起码要装3张，然后晚上的时候睡过那个场地就会看到这幅画很漂亮了。这里再修改一下，大家看看一下这幅画呢有什么哪里不满意的可以跟九妹说一下，因为我在这边呢是看不出那个效果的啊，朋友们的话，你们的眼光啊，绝对是漂亮的。说一下啊，那我们等以后装好灯的时候再带大家过来看啊，拜拜。
整的是什么装傻呀？啊？什么事情跟他有关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你没有看到，咋的？没看到，忘记。怎么了？忘记，忘记。要不要先看看你过去？过去啊。要不要看看你？看看自己的身材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什么事情。要录墙啊！在哪里？来，可以啊，看看。多头烧啊！这个鸡蛋老了，蒸制草鱼。喂，他干了。吃上吃上。他干了。第一放，第一放。还有没人？叫他们吃饭，吃完再出来。先烧水，今天呢就先煮一点面条啊。这个是鸡肉，还有猪肉。熟了，给它捞出来，要过一下水，要不然它就会粘在一起了。水啊！嗯，什么水？人家要搞。水热工的很面。哈哈，你问水啊？还没认我？哈哈，还没。那辆车被卡了。不接我。这些拿来煮饭的东西也要带回去了，拜拜了。